好，我的下面就是叫做 The Garden of Feeling， 它就是用不同的一些 pattern 做出来的，说是能够代表人复杂的感情，但是我还没有看出个门道来呢。不过周围的景观倒是真漂亮。远处传来的这个音乐声音就是下面的这个 Music Festival， 开一个什么音乐会好像是。